埔 Lulu 密谋转型做演员。大埔 Lulu 董嘉怡和杨思琪今日就在油塘出席第十届世界跳绳锦标赛启动礼表演跳大绳。Lulu 事前都信心十足噶，但你看下揈绳个哥哥。Ready go， 跳，连续跳，系啦，跟住你一路跳得噶啦。因为我哋今日其实呢个运动最重要嘅安排咧，就系安排咗两个运动员识得就你嘅，所以你只要夹硬跳咧，佢哋都会夹硬揈到你跳到为止。Lulu 除咗鼓波之外，原来连跳绳都有特别嘅技巧啊！最近多咗出席公开活动嘅 Lulu， 唔知又有冇猪笼入水？我想很多球迷豬籠入水了但是自己本身壓力大不大？我跟普通的球迷都一樣，一起即大家都是看波咁樣，我有自己因為沒有去買波任何嘢嘅。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好快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Lulu 终于都有得唞下了，他就说之后会去学戏，出得厅堂又洗得碗的 Lulu 最想做什么角色呢？有什么角色想挑战？我就不敢拍鬼片了，等我迟些先敢拍。如果想做什么角色，做什么角色想不到，应该做回我想做这个师奶，因为我很喜欢买餸的，所以我很想去做师奶，他在我格格去买餸。那我目标是几时做一个真正的师奶？希望在这10年之内可以做到这个师奶。